周星驰首度现身，满头白发粉丝直呼心疼。广东省政协27日举行开幕会议，身为政协委员之一的喜剧天王周星驰也出席参与会议，这是他在2018年首次公开亮相。周星驰当天身穿简单的黑西装，搭配黑长裤，内衬黑色圆领 T 恤，戴着黑框眼镜，虽然身形削瘦，但看上去精神很好，一头白发相当醒目。周星驰一出现就立刻成为在场其他委员甚至是会场工作人员争相追逐合影的对象，大陆媒体也以合影帝来形容他在现场的超高人气。从微博上曝光的现场照片来看，周星驰对于此起彼落围绕着他的镜头相当习惯，表情举止都相当淡定从容，偶尔遇见熟识的委员也面露微笑寒暄几句。不过关心周星驰多年的粉丝们倒是对周星驰的满头白发表示相当心疼。